清风，终于来了呀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师父，快过来，师父，快到师父这儿，告诉师父丹药在哪儿，快过来。师父，师父，清风，别过去，他不是师父。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清风，你醒醒，快过来，清风。师父这儿来，过来呀！师父醒醒，快过来呀！过来！师兄。说，到底说不说？告诉我，丹药在哪里？清风，当年那颗长生丹药，我就藏在你体内，否则我就杀了你。是我，有了长生丹，天下就是我的了。师父，真的有长生丹药吗？清风，你品性最好，有仁慈大德之心，长生殿第十九代传人，我就传授于你。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丹药在哪里！